Okay, 我们现在在长堤市，南加州长堤市 Long Beach Hyatt Regency。我们现在正在 check in， 这边呢是大厅，做的很 elegant 啊、哦，做的很有味道。然后呢，这是 Christmas tree， 这个是这边还有一个 fitness center。健身房就只要用你的卡一按，门就可以打开了。State of the art fitness center, all new, all equipment. 哇，这是他们的健身房，还不错哦。有毛巾，然后里面还有一个休息室。哇，哎呀 ，Regency 里面还有健身房哦，所以在这边住的人呢，都可以免费使用。Okay, 我们现在从电梯出来了，要去找饭店。Oh, right here. Oh, okay. 我们现在呢进到我们的房间，这是一个 suite， 是我们用点数换来的哦。这边是玄关，里面是厕所。玄关进来以后呢，哦，这边有。咖啡机、冰桶，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哦，咖啡、茶包、杯子、水，冰箱，冰箱可以打开吗？哦，空的。然后这边有抽屉，一个圣经，空的箱子哦。啊，这边有保险箱，多余的多的那个枕头跟棉被，一件浴袍、熨斗板，然后这边是厕所，我看一下，厕所是这样子。好，等一下，那我先用完。它有肥皂、眼洗用品，然后从浴室出来之后呢，就是客厅。我们是借由 Hyatt 的点数，然后升级为 Diamond 卡，钻石卡，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一般的房号，然后升等。这边是书房、书桌，然后有个客厅。阿宝已经累垮了，那边有很漂亮的画。那我们看一下隔壁的话呢，其实是通另外一间卧室，但是没有办法开。这边有窗帘 ，open 打开，停，打开，哇，好漂亮哦！所以呢，外面是南加州长堤市的夜景，所以是Long Beach。很漂亮哦，请说嗨。嗨，不要踩到阿宝哦。我没有踩到阿宝。阿宝累垮了。OK， 我们现在呢，来去我们的主卧室看看吧。所以这是一个 suite 和隔壁的是相连的，这样就变成一间suite OK 套房，应该算套房。所以这个套房有点是在斜角的感觉，两张。Queen size 双人房 size 的床哦，然后这边有一个电视，那个包包是我们的，然后这边呢也有一个书桌。我觉得其实因为是 upgrade， 所以套房的话它就是给一个客厅，然后这边的床铺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双人房 size， 然后。这边呢有闹钟跟电话，还可以用 iPhone、iPad、iPod， 然后电视的话呢，跟另外那个客房一样，所以这边又有一个咖啡机，等于我们有两个咖啡机跟咖啡包，冰桶，然后这边又有一个抽屉，有一本圣经。空的，好，所以呢，这个门呢相通之后进来，往这边走就是一个门，一个镜子，落地镜。这边又是一个门，所以它这个套房其实是两个门，
房间一个门，然后客厅又一个门，然后中间相通。然后我们看一下哦，所以这里等于是玄关啦。玄关的话，这边有个衣柜、保险箱、衣架、放东西的架子，这个是进出的门。然后我们看一下厕所，所以我们将会有两个厕所。厕所这个是镜子，厕所呢跟刚刚客厅的厕所是差不多的，吹风机。我看一下哦，所以因为刚刚那个厕所已经放了免洗用品了，所以这个厕所就没有放。哦，所以这个是可以泡澡的。那在客房，在客厅的那个厕所呢，是只能用冲澡的。那这个是可以泡澡的。我们看一下，所以还不错哦。OK， 所以呢，沙发呢可以打开来变成一张沙发床哦。服务生呢给我们拿了一个婴儿床，那呢，哦，好 sweet， 好好贴心哦，婴儿沐浴用品哦，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哈雅的原因。Daddy, look, they give us a baby stuff。好了，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请赶紧跟大家说拜拜。拜拜。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住的 Long Beach Hyatt Regency Suite 的 review。谢谢大家。到Club。所以这里面呢，有会员的话呢，就可以免费进来，然后用这边的办公室吃这边的小吃跟点心。还有在这边休息，应该是算是商业的那个 lunch 哦，你看 Daiso 的 ，I like that， 哦，所以全部都是免费的耶，好好哦。